猪猪饿了，要吃什么？不知道，都可以。西餐呢？很油诶，不要。越南餐？昨天才吃过啊。叫我们吃海鲜，这个最近很多人去了，很多人点的那个虾很多很多，然后就很好吃，很便宜的。我对虾过敏。法国餐？不要。这样你要吃什么？你决定啊，都可以呀、啊。就这样莫名其妙的爱上你，啾啾。嗯。你看我。怎么了？你觉得我今天哪里不一样？我觉得你每一天都有不同的改变，每一天都很美。到底哪里不一样？你讲不出来哦，讲不出来哦。指甲啦，哦哟，美耶！我剪头发了啊，喂啊，这样明显、哦！哎呦，我真是很不切的跟你讲话，这样明显我还染了黑头发嘞！我长头发长了四年了，突然剪个头发，你没有发现到？你的长头发也是这样子而已啊！不要生气啦，不要生气啊！我也猜中了几个嘛，哦，这个口红有猜中哦，就这样莫名其妙的爱上你。不要生气啊，你生气啊？我没有生气啊。你有生气，你一生气你就会翘手的。我已经讲我没有生气了。不要生气了。我讲啊，我没有生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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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呀。就这样莫名其妙的爱上你，猪猪。嗯，我觉得你今天特美，合个影吧。 No。 什么？我今天没有刷睫毛膏。这样子还是没有刷？人家天生睫毛是这样，可是还是没有刷啊。不可以这样子看起来掉了，像生病。怎么会呢？你看水汪汪的。我的脸好胖，我不要。哎呦，一定是我昨天吃饭吃了多三粒。为什么我要做这样的事情？猪猪，你今天真的很 perfect 了，因为你已经 no no 大浓妆都不可以拍照，这样几次才可以拍啊？没，不是，就是说很美的意思，很美。就这样莫名其妙的爱上你，九九。嗯，你在跟谁信息呀、啊？没有啊，就工作伙伴呢、啊。是吗？嗯。你工作伙伴穿这样性感的咩？啊？这样他打扮？我控制不到的哦。做什么工呢？为什么要发比基尼的照片给你啊？没，因为最近哦，我们要负责一个企划是阳光与沙滩的。哎，啊？没有啦，你这个鞋子很好看哦。好看哦，新买的。是哦，你在怀疑什么啊，猪猪？没有吗？我在想，我又没有买过这双给你，然后你又哪里来的钱呢？就我自己也有，就是工作啊，就我很喜欢这一对啊，然后就买了啦。我不知道你赚多少哦。哎，那你的帽子哎？等等，猪猪，你今天真的疑心很重哎，怎么啦？好，没有关系啊。不用。其实我是不在意的啦，我觉得两个人在一起最重要就是彼此信任嘛，对不对？对啊。嗯，互相怀疑是不好的行为，但是如果对方做出一些本来就应该被怀疑的东西，那我也只能怀疑一下。因为你让我怀疑我在你心里的地位到底是什么，你让我怀疑你到底爱不爱我，你让我怀疑我跟你在一起的这些日子到底算什么。